山没有拉山高啊，拉山没有雷山黄。修的房子贵宝藏呀，赚那个票子那个贵呀，贵老姜啊，贵呀贵老姜，贵呀贵老姜。雷山没有拉山高啊，拉山没有雷山黄。修的房子贵宝藏呀，赚的那个票子那个贵呀贵老姜啊，贵呀贵老姜，贵呀贵老姜。山没有拉山高啊，拉山没有雷山黄。修的房子贵宝藏呀，赚的那个票子那个贵呀贵老姜啊，贵呀贵老姜，贵呀贵老姜。晓得王大爷最近在忙啥子？听我跟你说，王大爷最近忙得的是一塌糊涂。嗯，你问王大爷还抓不抓壮丁啊？我现在还抓啥子壮丁哦？啊，你们都只有抓壮丁才能赚钱了。你就说外行话了嘛，要赚钱的事情还多得很，嗯，啥子事情能赚大钱？你鼓起眼睛看嘛，这是啥日子啊？哎，对了，王大爷现在耳机眼目下就要收你的捐。吓死人！你把老子的魂吓脱了，要你娃娃装一辈子的名牌子。哎呦，三老爷，你的胆子我还不晓得说。哎，敲一下锣就把魂吓脱了。那又没得事情嘛，洗洗搓衣服嘛，你哪里把个锣东打西打的抓住？哎，我这个是公事哦，公事而不是哦，公事。哎，三老爷，当真的哈，这个是王大爷给我安排的公事。哎哎哎哎哎哎！你们大家一个二个的把耳朵打成干净，听到哈，我们六六乡最高长官王保长王大爷，哎，晓得这件事大家心手头紧，要给大家垫点现钱。他老人家呢在保公所门口新开了一家当铺，也不要大家送礼，明天开张呢大家就抽取就是了。哎，咋个抽取哦？这个很简单噻，全保国家国库拿一样东西去当，那就算抽起了噻。拿东西去当？嘿，这龟
王麻子又在边框框打条条了啊！走走，这么的不求你了。哎，兄弟伙计，大家在巴士啊，这巴士了，王大爷去吃素椒面啊。王大爷啊，给他们说一声素椒面嘛，还是放点注意噻，清汤寡水的，一点老么都没得。他看了还是去。蒋委员咱都在喝白开水，你还想吃猪油？哎，回来！哎，你们不要跟到李老三学，哎，人家的老大在队伍头当官，背帮子出，你们啊，还是要听王大爷的，不得拐，他喊你们做啥子啊，就做啥子哦。哎，王大爷嘛，心太黑了嘛，前几年抓壮丁，他都把包包整圆了。这年又开什么当铺，喊我们穷人给我们抽起，抽，把穷人骨头的油都抽干了。哎，你话不要乱砸黄腔哈！你这个话要那个王保长听到了，你就成了红锅头的黄鳝，非遭扁干不可。哎，男男女女都把耳朵尖起听把戏哈！王大爷开账户了。不是潘多本，你吓老子一跳！哎呀，王大爷，哎，王大爷，按你老人家的吩咐，今天上午啊，我是全堡的卡卡个个都去喊叫了的哦。哎呀，你看嘛，喉咙根都喊冒烟了。你少表功，哎，你弄清楚，要跟王大爷跑腿，不是随便哪个都可以的。本保长管这方乡土，就是这里的地方官。哎，再进一步说。就是这里的政府啊，你能跟政府办事，那是王大爷看得起你，赏给你的面子。给政府办事，我又没拿政府一分钱饷钱。哎呀，潘头伯，我说你这个渣子怎么是狗吃粽子，老是不改呢啊？这上回抓壮丁的时候，你就老爱吊这个话，没拿政府的粮饷，这怪得着哪一个嘛？啊，我上一次不是壮丁暴动，我差一点就给你拿到一个排长的委任状了。要是你当了排长，哎呀，当啥子排长嘛？哎，上一回要不是我脚板心底下茶油溜得快，这会儿是大妈早就在个烂坟堆头去挖骨头了。还排长？哎，算了，不说抓壮丁的事情，妈那现在哪里还有壮丁可抓哟？要有抓的我还逃离飞身来开啥子当铺哎？哎，这周围团转卡卡咕咕都喊到了吗？哎，都喊到了。哦，连那个大雁塘边那个周瞎子我都去喊了嘞。哎呀，你跟他说顶个屁用啊！他屋头水大金光的，没样值钱东西都没得。哎，李老栓呢？哦，我在香肠上碰到他，给他说了。他咋个回话？他说他懒得听你的。啥子？不听我的？嘿，人家有仗势。哦，他仗势他老大说。是噻，哎，别个老大在队伍都当云长，现在又娶了陈参议长的千金。嘿，你一个小小的保长。咋把他办得翻嘛？潘头伯，我说你这个家伙赤足龙头的斑鸠，你不晓得春秋？我都打听到，你家大娃子要带队伍到西北去看乱，去看乱，所以说我才喊你去。李老大是这一把最大的一坨肥肉，要在他身上多过几刀。哦，不还是喊我去啊？你咋又推三阻四的呢？哎呀，王大爷，我今天跑了一上午，这会儿饿得来是肚囊皮都贴到背脊骨了。你他妈背拱起那么高，再饿嘛肚皮也贴不到背嘛。哎，那我个人回去煮饭吃。跑啥子嘛跑啊？鬼年起来了。哼，我在这儿巷道又没得火烤。嗯，你这个家伙是操精明了。好。到蟑螂羊馆子头去，这就对了噻。王大爷，我们来一个干腰合照哈。
我一阵子就脑壳痛。宝弟，你莫出去，你要把老子气死。哎呀，三哥，喊你去读书嘛，你就去嘛。嘿，那儿的娃儿多，还好耍些。好耍啥子哦？他们都要打我，还要笑我，说我是被扇的公鸡，不开教。放他妈的屁哦！你先去上学，一会儿放学我来接你。哪个再敢乱说，我撕他的嘴巴！哦，好，真的哇？老三乖，哦，好嘛，老三乖啊，听话啊，快读书啊！三嫂，你咋子了？你不要伤心嘛！你好苦。你啥子事情要伤心嘛？我简直就是找了个木头人的嘛。哎呀，莫要耍些，嫁鸡随鸡嘛，嫁狗随狗嘛，啊？哎，爹，刚才我走场口上过，碰到王保长了，他把我喊到去，喊我跟你说，明天喊你拿个值钱的东西去当。呸！哎，吐我口水干啥子？王麻子，这会儿王麻子也是，尽都是打烂条挣钱，啥子十刀连牌都挣完了。他想要我拿东西去当，他不在做崩我。哦，他还跟我说，如果哪个不拿东西去当，而且他就要收拾哪个。我就恳请他敢收拾老子，嘎。哼，也是大哥的部队，要开拔到西北去打仗哦，要不然那个王麻子敢来找我们的麻烦。哎呀，县官不如县官，他是保长，我看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哎呀，你个胆子太小了嘛，叫芝麻们点儿咋嘛咋个。哎呀，爹，三嫂说的也是，如今大哥走得远，给屋头又扎不起，万一那个王麻子过回来找你的麻烦，还不是心烦呐？我看随便拿个东西给他当嘛，当是反正当是要给当钱的噻。哦，100块钱东西他给你5块钱，就说谢天谢地了。他那些孝敬他嘛咋个？哎呀，管他当好多钱嘛，反正隔两天我们又取回来噻。啥子？还取得回来？你们搞了半天没搞清楚。哎呀，那是孝敬他。哎呀，管得他的哟，反正拿个不值钱的东西去当就是了嘛。哦。那当啥子呢？屋头有样东西可以拿去当。哎，这个王麻子经常弄得这一把鸡犬不宁。这回想让他一回嘛，等二天大娃子回来，老子要他吃鱼吐籽，把他龟儿长圈肚里的狗吐出来。人家我这个戒指还是大表哥结婚的时候大表嫂送给我的。哎哎，妈，哎呀，差点漏财的嘛！咋个了？你没看，这啥子做的边边？啥子做的？铜的嘛。哎呀，我还是没那是金子做的得。你说的轻巧，自根灯草，铜不管钱说，起码嘛也要卖10块钱嘛。哦，又不能拿去当了。是不能拿去当嘛，不要太便宜王麻子了。哎呀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拿啥子去当嘛？拿最不值钱的东西去噻。拿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哦。我有。哎呀，到那儿东西都那么麻烦。怪我啊，都怪了王麻子嘛。哎，你拿的啥东西？这个。这个东西嘛，也太小了吧。你拿就去了，龟儿王麻子不起落几句才怪，他还一会儿说我们在安心受他的皮子。过堂懂事，那你说拿啥子去当嘛？哎妈，我屋头有样东西可以当。啥子东西？快去拿来我们看。等我拿给你看哈。哎，看他要拿啥子去当嘛？妈，老周，你干嘛？去当这个？当这个？哎，你搞清楚哦，这是我昨天子在青阳宫赶花会的时候，花了5块钱买的鸡头买回来的。你还啥东西不？古董，古董，古董，哦，啥子古董？哎，你不是喊那个内行看过了噻？你要说是法
动嘛，哎，这个不能拿去。哎呀，爹，你就拿那个去当吧，你就鸟到说是真古董，喊那个王麻子多出几个钱。要得。今天当怕真点儿就不得行。哎，到了呀！王大爷，大驾光临，欢迎欢迎。哎呦，我就不是大驾了嗦。哎呀，你是脚不是脚，也在海里搓。哎呀，算了算了。哎，张老幺，你这个铺子咋个冷面秋烟的，买主都没得啥子的啦？听到说卢队长在搞啥子新生活运动，吃盘高锅肉都脱不到爪子，哪个还敢来？今天王保长不就是来照顾你了吗？王大爷，请点菜。我和潘多本都是国民党啊，当然要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啊。我们今天还是来盘新生活，真简单点，来个干羊活草，来盘熬锅肉，再来个鱼头豆腐汤，再给我拿瓶那个杜甫酒。哎，要得要得要得。潘多本，哎，够不够意思啊？哎，巴适，硬是巴适。哎，老大爷，你说李老栓会拿啥子来当呢？那你说，我想他会得啥子东西呢？嗯，哎，过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干干干！哎，张老幺，结账。王大爷，总共十二元，打个八折，给个整数。把本本拿来，我给你记起就是。王大爷去年的账都还挂起在没算下。说错，你是怕王大爷吃你的混账锅尾是不是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哎，你看，来了一耙拉子的人。哎呦，你老人家可是人缘好，威望高哦。那么是当然了，本保长给大家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今天我开当铺，大家当然要心甘情愿的帮我筹集。那我们就开始当了哈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朱师长，你第一个当。你当啥子哦？就当这个噻。啊，你拿这个来当？王大爷，我的男人抓壮丁抓起走了，家里啥子都卖光了，只剩下这个马桶了。哎，朱四婶，你拿你挖个马桶，你还排头一个？你安心吧，把我这个当铺弄得臭烘烘的呀。不得不得，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哟。这马桶子洗得干净啥子嘛？哎呀，这点臭味比起你这个保公所嘛，好多了嘛。端起走，端起走。啊，不当了，谢天谢地喽。站住，你来头一个，要不然规矩我学坏了。站在旁边听我磕头。当好多钱呢？钱，王大爷没说你少皮，没要你猫爪翅膀脱不到早走就是好的了。你还要钱？当啥子当哦？看嘛看嘛，我说他不得给钱嘛，我都没拿到钱，不叫。这样子跟王大爷抽起的呀？啊！啥子宝贝哦？鼓得这么严实？
当然是宝贝哟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爹，张三辈，你把你屋头的仙人板板都拿来了啊？我家里除了这个东西值钱，再找不到值钱的东西了，对吗？你闯你妈个鬼哟！你是想本保长来给你张家当孝子全孙啊？你要喊我来帮你供祖先人了，你去你妈了！去你妈了！我的仙人裁判，我的仙人裁判！哎呀，他你可能我都烦了！我的仙人裁判呀！千万不要生气，千万不要生气！哎，那刘太婆，你那个抱个鸡来了？我家里啥子值钱的都没得了，只有它喽。嗯，这个鸡还肥实，杀了可以烧身子。拿两块钱给他。啥子两块钱哦，王大爷，这个鸡到了街上去卖嘛，至少要卖五六块钱嘛。哎，刘太婆，你高兴火，这里不是街上，这里是王记当铺。嘿，我跟你说。这是王大爷的当铺，王大爷就是老板，王大爷说了算。王大爷，我这个鸡是下蛋鸡哦，至少一个月要下二十个蛋嘛，要卖六七块钱嘛。哎，你还把我点醒了，哎，鸡不杀了，留到下蛋。嗯、对喽，蛋就是钱，蛋还可以孵鸡，鸡长大了还可以下蛋，蛋拿去卖了又是钱。哎，刘太婆。你说话嘛，硬是有点赖给包吃豇豆，硬是有点悬吊吊的。啥子鸡下蛋，蛋包鸡哦？你这个鸡下不下蛋很难说，就凭你一张嘴，哪个晓得它在下蛋呢？哎，对了，你说它在下蛋，嗨，那你喊它下给我们看一下呢？哎，眼见为实嘛。是。憨头辈儿，你咋个说谎话哦？那个喊下蛋就下蛋，我喊你马上个卧铺叫，你个卧铺叫出来得不得行啊？刘太婆。你不要太伤人了哈！嘿，你看过我不？我得出来。你脱嘛，你脱嘛，我啥没见过。脱嘛，脱嘛。今天看上图个吉利，理性点。刘大夫，把钱拿起走，后台派那么多人。钱给够你把鸡拿去。站住！站住！嘿！哎呀，好，算了。哎，钱拿给他，让他打发鸡走。打钱。哦，严得很。是个温鸡，是个温。你当啥子？哎呀，嫂子，我救命了！我杀啥子人哦？我连鸡都不敢杀嘞，我还杀人？王保长，你是晓得的，我公公死了，屋头穷得叮当响，就一口破锅都拿给李老栓拿去跑了。我就把这把刀拿来当了。你这把蛋烂刀也能当钱了？你是要骗王保长的哟？烂刀，我这个刀还可以用。不行，我把给你看嘛。你杀人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要杀我王保长，就是杀国民党，就是杀政府。我跟你说，王保长要办你，要不你抓到县头去坐大牢。我凶啥子哦？我是想喊你看下这个刀是有用的。有个屁用！你那人一造反，我跟你说，江大少，我王大爷不办你，我就不姓王，抓你去做班房，看那些班房头的赖虾皮是咋个意思你的。潘老板，你帮我给他说点好话嘛，我。我看啊，你也没得啥子东西可以当的了。这个样子嘛，你写个字据，说明啊，欠王大爷当物一件。这个，哼，你还不答应？你想做班房嗦？我答应嘛。哎，王大爷，江大少已经答应了一个字据，说欠你老人家当物一件。哎呀，你老人家就不要跟他那个计较了嘛！啊，哼，你要不是潘老要说亲呢，你看我不重办你。
子俊啊，帮他卸吧。啊，要得。此有江大嫂前往宝藏当务一节，没写清楚，还要写上千里当务要值100块钱，必须本月里送上，要是不送利息另算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吧，江大嫂，你就画个押嘛。哎，管他的了，蛇多不咬，账多不愁嘛。哎，刘老师，你今天可是朝皇帝走后头，哎，你架子是有点大哟。哎，王大爷，啊，给你准备当务，我不敢马虎噻。那东西呢？哎呦，李老帅，你这是打发高伙子吗？啥子？这么滴点大一个粉货，你都好意思拿来哟？莫嫌小，看清楚，古董。古董，我晓得，你这是成都干青羊宫买的假货。哎，王大爷，不先开黄腔，明明是古董啊，你还说是假货，那就搞不成。哎呀，你请另外换一个来。哎，王大爷，你开当铺，别个当啥子嘛要自愿噻，请古董要说。哎，李老栓，我是没古董哪个的哟，还没古董，就差干到钱了。哪个在说啥子？我没说啥子。我敢说啥子？哎呀，李老栓，你屋头的宝贝多得很，随便拿一两样值钱的东西出来，光带抽起人。哎呀，王大爷，值钱的东西没得，就只有这个。哎呀，你屋头东西多。没得东西？有。没得？有。没得？有。哎呀，我说没得就没得嘛。哎呀，我说有就有。王大爷，我再给你说清楚，值钱的东西没得，人倒有。你要不要嘛？人，你想当人？啊，当人，要不要嘛？哎，大家都听到的哈，这是李老栓自己说的，他要拿人来当哈。哎，李老栓，我也跟你说清楚，你只要敢当，我就敢要。啊？你要？要。我等到你拿人来当哦。你疯了，你拿人去当？我处他的，不要王麻子当真了的。不理他，未必他敢上门来闹哦。嘿，我就要拿个人去当。啊，你硬是要送个人去当啊？对，我就要送个人去当。他龟儿王麻子想喝汤儿开水，我就让他扒着烫，烫到他龟儿子跳。死老汉儿，你疯了嗦！我没有疯，这是天底下最精灵的人想得出的好主意。那你当哪个呢？当他吗？对，就当你。妈，死老汉儿，你莫说那些疯话。你们呐，硬是女人家的头发长，见识短，心眼咋那么死板呢？啊，老娘子，幺妹子是不是要出嫁了？是。出嫁的时间是不是要搬陪年了？那当然。我就把幺妹子典当给王麻子，他就等于是王麻子当铺头的东西。哎，在典当期间发生的事情，他王麻子该不该管呢？这当然该他管噻。幺女子出嫁的日子，正好是在典当期间，这笔陪年花销就弄到他龟儿是王麻子身上。哎，他半头半。不妥，啊！我们岂不省了这笔花销？
婆家当多当少吗？我们等于是白捡嘛。而那女娃子嫁进城了，她还是我们的女娃子噻，回娘家嘛还是回来看我们嘛。那个是王妈子，就等于是赖给宝看天，她鼓起眼睛帮我们顶到。哎，你这个主意嘛，倒还算个主意啊。小女子，把你当给王妈子，等于是走下过场，嫁进城就脱手了事，啊？哎，杨妹，你这个说法好像有点道理。真的啊？嗯。真的要我去当啊？这还有假？三嫂，我心跳得好凶哦。哎呀，你怕啥子嘛？有嫂子保护你，再说爹在的嘛。嘿，我要那王麻子吃桶油，吐生气，拖儿抓去把拖布子找着。这个来来来，这个拿去。哎呀，再给两个钱嘛。哦，哎呀，花多，走。哎。哎，王大爷，我给你送人来了。哎，三嫂子，哎，你就挡在这里了。哎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我要当的是姚妹子。姚妹子啊？哦。哎，李老师，你心都跟谁把铁算盘了？你姚妹子马上就要出嫁，哎，你把她来当给我，哎，我还跟她办配面了。你的铁扇门打翻桥了，我今天就不要姚妹子，我要三嫂子。哎，三嫂子，跟我走。哎呀，哪个你走？我得把姚妹子当给你嘛，你过去收到嘛，我都想细想的。不，我不要姚妹子，我就要你。哎，王大爷，你喊大家给你送当物，别个要自愿嘛，那个姓古多来的道理说。哎，李老师。哎，未必你拿个赔钱货来，我也要收啊！哎，你娃娃是不是青天白日在做美梦哦？你才在做美梦哦！你想要我的三媳妇儿，你简直是……不送三嫂子我就不收。那就算了嘛，走，我们回去。站住！哪个敢？王大爷，嗯，你究竟要抓着啊？抓着！你不要搞忘了，今天的李老栓不是一般的人了哈。我晓得你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你才敢拿幺妹子来烫我噻。哎呀，王大爷，如今啊，这李老太爷他确实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陈参议长的亲家，你们有啥子都好说，都好说。对了，潘托本嘛还算懂巧嘛，他就晓得我李老栓的轻重，重有爪子嘛。那铁那么重，还要遭锤锤胀的。哎呀，我王某人又不是棉花一坨，就拿他这个弹母子就把我弹了，那我才不肯信呢。好，你硬扎得很，你把老子惹毛了，我把我大娃子喊回来，只怕你裤裆都打湿。哎，喊啊！我赌你去喊啊！哎，王麻子，你硬要躲枪说，喊嘛，马上就去喊嘛。好，你不要以为我的大娃子深沉一头通知不到他，你才这么提劲是不是？哼，我不想通知我的陈亲家，他只要一来站到这儿，你娃娃都要下得来打拜拜。这王麻子，啥子事不要做绝了，这个后颈窝摸得到看不到。这哎，你看是哪个来啊？哼，跟我陈瑶的来了。我清楚。呀爹，是陆队长他们来了。陆队长带起兄弟伙来给我扎墙子，哼，看你未必还跟我抬拐角。二。哎呀，陆队长，你又咋这么多壮丁啊？王麻子，你眼睛早不蒙到了嗦？啊？这些人都想壮丁啊？啊？哦。你把他们捆起往哪里送啊？你们都看清楚啊，老子坏了。哦，坏了。啥子坏了？还了。哦，还了。哦，那不咋壮点，你又换成啥子了呢？也是王麻子啊，现在哪还壮点抓呢？哦，没得壮点嘛，就不
抓了噻。哎，我现在奉蒋委员长指示，来派捐收款。哦，派捐收款。哎，你们现在晓得老子是搞啥子纲的啊？哎，看清楚。啊，看清楚。现新生活运动基金征收大队大队长，全县的捐都给我来收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抗奸的下场。你们哪个要跟我唱对台戏，他们就是榜样。啥小子？啥小子？拿着老子，来去收，拿着黑棒子走。拿着我们要回家，黑棒子，我们要回家，拿着棒子黑棒子。真交了那么多捐费啊？哎，那是当然。哎，你们这个刘刘祥啊，以后也要成立一个派捐所，要专人当所长啊。王麻子，这个税捐条子呢交给你，哎，把它抄出来挂到墙上啊。你们每个人都要看到眼里，记到心上啊。该交什么捐就主动交啊，不准拖延哈，拖延重罚。好好好，哎，潘老幺，哎，你把这个交给赵师爷，把他写起，扒到墙壁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哎哎哎哎哎，李老栓，我跟你说哈，三天之内你就把三十字给我打了，听到没有？啊？忘记当铺，哎。你是哪搞的？报告和陆队长，是部下。你，你也要交党捐？哎，哎呀，陆队长，我是王麻子哦。我晓得你是王麻子。哎，我是王保长。我晓得你是王保长啊。耶，陆队长，想当初我哪个跟你想当年哦？啊，用你的话来说，现在而今眼目下是戡乱时期。本队长要公事公办，廉洁奉公。啊，我也要交捐了。哎呀，陆队长，我这个当铺是开来耍的，这些人穷得叮当响。哎呀，你看那些啥子来当嘛？哎呀，赚得到啥子钱？嘿，王麻子，赚不到钱的事，你都会干上啊？哎呀。不要猪鼻子动动头插大葱装象喽！哎，你也是国民党噻，就该为新生活运动做点贡献噻！啊，该交的捐，你娃娃照样跑不脱。哎呀，陆队长，你不是憋得我骨肉下人啊？王麻子，不交是不行的啊。不过呢，你们这儿要安一个新生活运动基金征收所所长。只要你带头交捐，那你就是首选。哦，征收所所长啊，哎，好生考虑好啊。狗日的，我在给他们办事，还是要我出去？啥子新生活哟，抓起鬼来吓人！哎哎，王大爷，这未必又不是一件好事嘛，咋的？啥子好事哦？哎，你想嘛。抓壮点开头你还是在教会，后来你就发了大财了。这回征收新生活运动基金，你要是当了所长，说不定又是一条财路哦。嗯，哎，潘头儿，你这种人是金行上按滚子，脑壳可是比我还赚得快。哎哎，王大爷，你要是当了所长吗？哎，还是照看下我们这小兄弟儿。那还搞得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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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潘头儿，你这个被砸得这么硬哦？王大爷，你才晓得啊，我每天背这么大一坨，活得好累哟。
这个鸡有的还巴适。吃鸡脑壳嘛？哎呀，那个鸡脑壳有啥子坑头嘛？光骨头。我说你娃娃就不懂了，你没听到说啊？吃鸡要吃鸡脑壳，挣钱要挣大方窝，晓得不？哎呦，王大爷这句话老了，要跟我好好啃了。哎呀，你要跟着王大爷说不得乖。怪不得王麻子这么嚣张哦。他仗着他背后有卢队长给他撑腰吗？卢队长又是蒋县长的神龙派系，啥子事情蒋县长都给他们撑干干，当然我就拿他没得奈何了。还不是怪你嘛，出了个啥子馊主意，拿人气当。这下安逸了，王麻子就扭到起三嫂子不放，我看你咋办。他要嘛就给他嘛，反正他要管饭的噻。我不得钱，我不得钱，妈。净说些不中听的话。那咋个办嘛？依我说啊，还是送点东西去算了。送啥子嘛？就是我那个铜边边镜子嘛。那是铜的嘛？又不是金子银子，现在顾得到那么多嗦？送。哎呀，算了，有些事啊。不能跟着你学。啥子事情不能跟我学？你看你嘛，风风光光的，结果呢？结果啥子？哎呀，这两年啊，我都看淡了，这人为财死是鸟为食亡啊。虽说我大小是个政府，是吃不愁，是穿不愁，但是啊，我还是缺个红颜知己。哎呀，每每睡到半夜时一觉醒来，枕头边上啊，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得，是冷冰冰的。哎，这人生一世啊，犹如一杯寡水，一点老婆都没得，有啥子意思嘛？钱有啥子意思嘛？爹，看老杨。上一回我在李老帅屋头跟三嫂子说的话，你咋搞得一清二楚的？哎呀，那阵啊，我刚好从李老帅的院子后头过，在强风风时候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哎，你想打人家的主意，拿给那个海底针扎了手，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潘老爷，你这个话算是点到王大爷的穴道。哎，说实话。表面上看来，我王大爷还是风风光光的。哎呀，可是晚上睡觉了，还是只好抱到空枕头。不真，我对三嫂子那能还是八心八面。可是他对我呢？这女人啊，很难说清楚。三嫂子跟到三娃子，那等于是嫁了个木头人噻。哎，他心头。未必然不想有个真正的男人啊，在你面前嘛，他是要稳起噻。哎，那年子抓壮丁儿闹分家，他装大肚皮，那是想多分家产啊。他心头和尚不想上下坏娃娃的滋味啊。哎，要说起来。这不。王大爷这个样子还是不撇嘛啊，就说脸上有几个对不起人的东西，这整个还是要的噻。你看嘛，这鼻子也不歪，嘴巴也不咧，这还是像模像样的嘛。他就是不动心，那不是这山娃子哈不搓搓一个瓜香，嘿，他还经营得巴巴实实的，我都不晓得这个灾婆爷是咋个想起灾。哎，王大爷。这件事情啊，你不要怕碰一鼻子的灰。那个死财怕猛虎，美女怕朽夫，只要把三嫂子当成了，他还办得妥。是，对对对，只要他一当过来，那就是我菜盘上的肉了，是做是宰，那就听我安排了。好好好好。
大爷。王保长。啥事啊？我爹喊我送一样当的东西过来。啥东西啊？这个。哎呦，李杨妹儿，你们爹是在打发高伙子吗？啥子？这么点烂货，君子也好意思拿起来？嗨，你不要嫌那个小，那个边边呐，还是铜做的。哎呀，是金子做的，有爪子呢？王大爷身边没得造金子的人，回去跟你爹说，人一定要送来打，而且一定是要三嫂子。将要